心很大，谢谢。Thank you。Hello。哎呀，贴纸粘在我腿上是干。嗯，上周直播都还没下班哦哦，之后这个时间就比较好看的，比较好看，不是比较比较怎么的，有空。Hello，Hello 黑流星 ，Hello 方如，恭喜，谢谢。加速的 kiss 猪猪 ，Hello， 财神自称张元宝，我哪有自称张元宝啊？我只是画了元宝而已，好吗？好吗 ？Hello Jack，Hello 大家晚安，晚安，谢谢黑流星的相机，还能看姐姐，赞赞，这个游戏我在讲什么？这个时间是不是很棒？为什么我的灯照不到我的感觉？这样，那我要再移过来一点。哼哼哼哼，等我调一下灯。谢谢。来乱什么意思？听不懂。你反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不是你们说的吗？为什么呢？我调的怎么不太一样？对啊，不是你们说要的吗？忘记是听谁说了。什么语喵？差很多。是你们说的不是吗？我那时候不是问你们可不可以，然后就这个不能看，不要理他，不要理九蛋，哼，臭九蛋，就是只有九蛋版的 ，OK， 那我们就跳过，真的，好，这个时间很棒，好哦，赞哦。然后我的刘海一直吃到哦，算，就这样。九蛋当初当一雷，今天怎么一直踢着？因为我的脚架一直被我踢到，不好意思。这个是什么 ？Hello， 都是年长组，我是年长组吗？才不是嘞！啊？我是年长组，我是年长组吗？我是年长组吗？不要按那个罐头。不要，我要把它删掉。什么年长？喂，不要玩罐头啊！傻眼呢，我不要理你们了。大家好，我是棒棒，棒的话加一。你们很无聊。我忘记画腮红了。我为什么设这个？我也不知道。张贝贝抓不到。你用特效就好，你像画的大约太红。不会呀，看不出来。一直低着，我的脚架不要一直晃，奇奇怪怪。
这样子好了。笑起来真可爱，谢谢。是你们在晃，对啊，一直晃镜头。不是，是那个脚架的关系。因为呢，它很不稳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来戴个眼镜好了。要吗？不要好了。我在干嘛？就是要怪人家。等一下啦，不要再玩罐头了，你们这些人。我要干嘛去了？点错地方。等等啊！好，人家才可以做那个任务啊。好，怎么你要辞职？你要去哪里？用臭脚，什么臭脚脚？嗯。Hello，Hello， 叮当鼠，你就按五十关，我才不要理你。Hello， 摩根。Hello， 一和。我戴眼镜很可爱，谢谢。今天这样很可爱，什么意思？今天这样什么意思？我不是每天都长这样吗？我今天好看，我今天哪里好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吗？啊？嗯？超过半个月没跟直播，咪咪控也全部都缺席，没关系啊，再来就好了。嗨，阿公。嗯，啾咪，嗯哼，这样子吗？我也，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我刚刚去跑步了，各位。我刚刚跟我们的小琴，我们的头目去跑步了。为什么跟头目去跑步有一种去山上打猎的那种意思的感觉？你太久没看到我，你们太想我了。哦、oh, oh, ， oh. 嗯，都觉得真香，什么意思？哪有啊？去跑步了，樱花组特训，哪有？我只有我跟头目哎、欸。什么呢？刚刚有地震？刚刚有地震吗？刚刚没有地震，好不好？每天都好看，除了脱妆，什么意思 ？Hello。给一只猫看，好好哦，对，是组长，没有，刘海没帮，当然有整理过才会直播啊，搞笑哦，怎么可能让你们看我很笨的时候呢？虽然是已经看过了，就是在 mini 控的前三首，第二首歌开始就会开始很崩，而且我跑步是那种，就是这里全部都是汗的那种。那个图形不要乱看，不要再看那个影片了，谢谢。好哦，什么东西 ？Hello， 午安。Hello， 托姆。什么 cherry？ 那是什么？什么意思？那念 cherry 吗？不要看、欸、我们在组很多额头高的好不好，不是只有我 OK， 没在看，没看家安，你是去看屋啊、哦、好不不在说 OK， 变热带雨林很好的比喻，谢谢孝贤的新之冠，为什么今天的卧蚕看起来很大？嗨阿公 ，Hello， 一脚给你。樱花的英文名称真的那么难念呢？还是念 sakura 好了 ？sakura， 我又忘记了。谢谢沙优的掌声鼓励 ，Hello， 一晨。Hello， 大家，沙沙
夏库拉，樱花的真的，我从来没有，从来不知道樱花的英文是什么，我只知道夏库拉。哪个综艺节目？我擅长英文吗？我擅长英文吗？我擅长英文吗？我不知道。啊！我对我可以，你可以教我怎么念，然后我可以背起来一篇文章之类的，说故事比赛那种。哎，什么叫不擅长吧？也没有到很差，好不好？拿之米，哈？什么意思？什么叫拿之米 ？A 组是叫什么？什么意思？那粉红姐姐3月29号最后一次播啊？综艺节目，我想想，综艺节目，综艺节目，我没有什么特定在看的综艺节目、欸。什么？天黑请闭眼。啊，对，那个是综艺节目吗？啊，那个不是吗？那个是。那个。我每次就是现在看电视啊，他们不是会有预告说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吗？然后他们不是都会讲娱乐百分百，然后我都觉得他应该要讲啊哦狼人杀，有点错乱了。明明名字就是娱乐百分百，没错。A 组的名称是 Daisy 不是吗？哎，是 Daisy 还是 Bellflower？ Daisy， 是 Daisy， 我永远会搞混。可是我知道嘛，是 Daisy。B 组才是 Bellflower。啊哈哈！我哎，我们今天来玩那个《偶狼来了》，你们有看吗？就是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我会想一个，想好一个东西。谢谢孝贤的车车，哇！谢谢孝贤，谢谢孝贤。我想参与，我参与，你们敬请期待，好不好？敬请期待。不懂那是什么游戏？就是我会想好一个词，比如说 BB， 然后你们要问，你们要提问。他眼睛马上睁。你们要提问说。比如说，它是两个字吗？我会回是或不是，只能是是非题，不能是选择题。然后你们要问我是非题，然后我会回答你，懂吗？然后直到你们猜到为止，猜到再说。Hello， 阿翔，懂吗？这个好玩 ，E A E B， 不太一样吧？懂50%是这样，没关系，就是一起玩就对了。好，我现在想好。好，我们来开始吧。开始，你们可以问我是非题。想问的就问。好，我示范哦。这是可以吃的吗？对对。三个字吗？孙雷。是。是雨林现在看得到的东西吗？是。没有几个字是你们要问我啊。刚刚孙雷问了是三个字，没错。你们也要同时观察人家问的问题哦，因为我会回答。请问是圆圆的吗？问号，因为它有各种形状。太快猜了吧？这是雨林爱吃的吗？不是，它不是一个吃的东西。是动物吗？不是。 BB 不是。刘晓晴不是。我现在哪看得到刘晓晴啊？不是张雨林，不是。不是张 BB， 不是。不是卡迪娜，不是。是林俊霖，林俊霖是一个东西吗？不是。不是张雨林 ，No。写真书不是，我还没有看过写真书 ，No。电风扇不是，四重奏不是。它有生命吗？没有，他没有生命。什么臭衣服啦？你们不要一直，你们要提问 ，OK？ 是房间里重要的东西吗？算是吧，就是
日常用品中算蛮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要看你头像？不要，不可以爆雷。它香吗？它是一个东西。它香吗？我不知道啊。问号，不香吧？它什么？它有味道吗？你没有洗的话，它就会有味道。Hello， 志成，不是化妆品，是静态的吗？是。每天都会用吗？是。臭吗？你没洗的话，它就会臭。形状容易变化吗？它不会变化。它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是衣服，两个不三个字、欸。再给提示给你们，你们要继续猜、欸。今天有用过吗？有吧？有？什么油垢？枕头套不是？不是卫生纸 ？No No， 不是娃娃板，不是漱口杯。No No No， 臭袜子？什么臭袜子啦？它是一个。日常的生活用品，嗯，生活日常用品啊，日常生活用品，差不多是这样子。洗碗巾不是，口罩不是，三个字各位。手机套不是，我一直比这样子，然后说不是，不是。睡觉时会用到吗？不是。充电器不是，牙线棒不是。你们可以提问，你们要问问题。问了问题，有一个方向在猜，不是棉花棒，不是棉被，三个字，三个字。每天都会用吗？是。丢掉会心痛吗？你可以买新的。丢掉会心痛吗？它如果没有坏掉，通常不会丢掉。吹风机不是，指南针不是。白天常用吗？晚上也可以用啊。对啊，它其实无时无刻都可以用。你有需要的时候就会用到它。什么叫电力？电力是什么？电力是谁？需要电，要用电，要用电。它是一个电器。放在客厅吗？不一定，你可以把它拿来拿去。运动鞋不是。要用电，平常会在哪个空间里？平常会在，如果是饭店的话，就是有一个小空间，旁边会有茶包。哦，对，我怎么会回答？我也不知道。小亚丹不是，酱油不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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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等一下哦，不是，哦哦，等一下等一下，有人猜出来了，是谁啊？大剑，我破音了，是大剑猜对了，是热水壶，热水壶没错，是大剑先猜出来的吗？九蛋，不知道，在哪里？不是，是大剑先猜出来，恭喜大剑，哇！恭喜大剑，大剑你转运了，放茶包的太明显是不是？好不，不好意思，说他不小心透露太多东西了，很难吗？那再玩一个，我想一个简单一点的东西，好，我知道了，来吧。继续，来吧。我想好了，跟平衡一样聪明淡淡，获得生活界的权利。是人名吗？不是。是活的吗？不是。是吃的吗？不是。大吗？蛮大的，蛮大的吧？对啊，蛮大的，大的。是方形的吗？不是。三个字吗？不是。是软的吗？我没有摸过，应该不是软的，是，不是的，不是。是方形的，不是。会放在房间吗？不会。嗯，对，明确一点的话不会。不要想太多的话不会。是活的吗？两个字，对。是活的吗？它是活的吗？它不是活的啊？它是活的吗？它是活的吗？我不知道哎。海报吗？不是。手拿的还是踩的？都不是。不可以选择题啦。是圆的吗？是，是圆的。啊？圆的？
其实这样讲不太算是。等一下，妈咪，你是先知，就是这个东西而已。什么东西？呵，啊，哎，什么？是圆的吗？不是，它是它，要看是，嗯，如果是它，它这个是一个现象，好吗？对，它是一个现象。它不是一个，好了，好，有生命吗？没有，不是盘子。Hello 副委 ，Hello 阿伟，继续继续。它有味道吗？没有，没有吧？我也不知道，没闻过。没有啦。电脑不是，湿湿的吗？不是，会在家里吗？不会。某种情况下会，没有不会。每天都看得到吗？每天都看得到。提示：天气不好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是一种自然现象吗？是，你太多了。我先知啊。不是机车。我是先知、啊。你这样子会被狼猜出来呢？不是，不是，都不是。你们现在没有人讲啊？有了 ，Jack， 恭喜 Jack， 就是夕阳。好了，杰克不能请吃了。杰克要继续来了，就是杰克讲的夕阳。杰克要请吃什么？还没。好，耶！恭喜杰克。恭喜杰克看见夕阳。我的火箭犬。恭喜 Jack！ 你没有要吃，总统不给吃，当然不给吃。好，春磊你在讲什么？好，继续吗？继续，继续。好，好，好了，我想好了。你要讲啊，新的一题呀、啊哦！新的一题，妈咪，先知，请睁眼，先知，请醒来。啊？啊？看到？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哎，我不能跟你猜那个看嘴型的那个，你的嘴型很不明显。哪有啊？三个字吗？不是。是人名吗？不是。还有这个十个字吗？不是。四个字，答对。名词是名词。室内看得到吗？看得到。是用品吗？是。是用品吧？是。它有味道吗？没有味道。嘴型太厚了，嗯。什么火爱雨林不是？大头剑熊不是，它不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不是，它不会出现在室内，它会出现在室内。我在讲什么？不是，不是，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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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呢、啊。试用品。对啊，我刚刚回来。什么抽油烟机？不是。常用吗？常用吗？不常，我最近不常，我最近不常。Hello， 君佑，是每天都会用的吗？不一定。叉叉不一定哦。什么 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不是，不是 mini concert， 是一个用品哎、欸，用品。Hello， 卡卡罗特，不是削铅笔机，我都用自动笔。嗯，
女生才会用的吗？不是，哎呦，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是女性用？为什么你们要猜那个？不是气垫粉饼。先知要做，先知要做事。不是臭臭鞋子。先知要做事喽，它会有声音吗？会，它会发出声音啊！不是啦，我要玩一个。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哦，尖叫手机不是，男女都用，嘿丢，不是自动铅笔，不是西装外套，什么布布恰恰是谁？什么超热水壶是什么东西？录音玩具不是，不是，嗨，干嘛偷看我？你们待会有人答对，我就会叮咚叮咚。我应该买两个，一个是叮咚叮咚，一个是叮叮。香的吗？不是。浴室不会，绝对不会在浴室。除非有人有个人癖好，喜欢在浴室，我也不知道。不是直播手机。好听的吗？好听啊，你也可以把它弹得难听了。厨房用不会，抢答在用的东西太长了吧？这个名字不是，哎、欸，哦，有嘞，大健，大健，你又答对了，大健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可莉莉是谁？我可莉莉是谁？大健，恭喜你，第二支火箭。我刚刚说到关键字，我刚刚有讲到什么吗？弹，真的。真的，我刚刚有讲哦，我刚刚有讲吗？有，我刚刚说的什么？真的，我说弹，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讲出这个弹。欢迎大家讲出这个弹，记得要转回来就好了。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讲到弹，我刚刚讲了什么？讲到弹？哦，我记得哦。要转回来，我想你们哦。恭喜大健，贺喜大健。接下来下一题，马上想到跟乐器有关，真是的。我刚刚在哪里讲到弹的，我也不知道，忘记，完全没有意识到。你弹的好听或是什么？啊，真的。对，米酒。叮咚叮咚，是人名吗？不是人名，五个字，五个字，是五个字的。是用品吗？不是。九大五个字，五个字。先知，你要知道吗？啊？什么？等一下。哦，不买你，不是，是五个字，不是，嗯，它是东西吗？它不是东西，它不是东西，啊，歪掉，等一下，人名吗？不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不是，印度尼西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什么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印尼九层塔不是。它是你刚问什么？你刚刚说啥？它是哎、欸，我刚刚说什么？我刚说什么？我刚说什么？它是活的吗？它是活的吗？不是，有实体吗？有，可以有。具体物品吗？什么意思？它也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具体的。有人把它做成具体的。它是固体吗？嗯，它是吗？不是，不是。凉拌炒鸡蛋 ？What？ Hey, happy for that？ No， no。阿公，我觉得这个答案不错。
动漫人物。不是，不是动漫，是卡通人物。卡通人物。叮咚叮咚。普通家庭会有的东西吗？对的。妈妈好漂亮。嗯。宝矿力水德。对的。飞天小女警。对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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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乙女，不是名侦探柯南，不是辛普森家庭，蒙奇迪鲁夫是谁？哦，鲁夫，闪电霹雳车是谁啦？叮咚叮咚，不是，我按到了，不好意思。Hello 牛肉丸，不是乌龙派出所，请想一些我会看的卡通好吗？耶什么啦？不是。不是我们在家，不是骷髅魔法师，不是毛利小五郎，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猜那个东西？快要猜到了，为什么就是不猜他们？奇奇怪怪。提示，他出现在这个房间吗？有。提示，提示是我们的制作人。哎、欸，不对，我刚刚是说什么？他很有钱吗？什么？他很有钱吗？谁知道他有没有钱啊？不是珍珠美人鱼。Hello， 樱桃猫。哎，有人猜对啦！哦，恭喜孙雷。我刚刚听，我刚刚在那讲火箭，火箭。谢谢樱桃猫的玫瑰。恭喜孙雷，贺喜孙雷。西兰，你的数学不好。海绵宝宝不是五个字吗？是海绵宝宝，就五个字。恭喜孙雷，卡通完全放弃，干嘛这样？它是一个你们知道的卡通啊，我明明就有提过。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恭喜孙雷，新哆啦 A 梦，不是已经结束了好吗？猜人名啊、哦，好啊，来猜谁好吗？好，我想好了。下一题，叮咚叮咚，开始。人名是人名，太快提示了吧，很大的一个提示。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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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歌手吗？不是。哎、欸，阿公太快了啦！阿公太快了 ，Hello， 我应该想个难一点的问题，难一点的，对，阿公你太快了 ，Hello， 太快喽，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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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换一个新的人，想想有谁好呢？有谁呢？有谁啊？猜成员，成员就太快就会出来啦。好，好，我想好了，我想好了，开始提问，开始。谁？你的提问也太直接了吧？三个字吗？是。阿公不要浪费钱。是成员吗？是。女生吗？是我们哪一个成员是男的啦？请问是有名的人吗？你这个问题太伤人了，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不是，黄妹说哪是成员啊？不是林姐，是三个字，三个字。不小心看到，是 C 组的吗？不是，为什么要思考那么久？不是，他不是 C 组的。你们接下来问他是哪一组的，他一定不知道。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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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C 组的，不是 C 组的，是可爱的吗？你这个问题太伤人了。我如果回答你不是，该怎么办呢？是 B 组的吗？不是。哎、欸，这样你们就知道是哪一组的啦，搞笑哦。走开啦，九代。是一起的吗？是。很高吗？算高吧。郭星宇，不是，有超过20岁吗？他超过20岁吗？我不知道他几岁，他超过了，他超过了。
哦，跟我想同一个人。很笨的那位吗？谁啊？是家里的吗？不是。好哦，好哦 ，Jack。哼，不是，不是贾一真，不是高圆圆，不是陈思雅。他头上会有花吗？谁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头上会有花？是大人吗？是，什么意思啊？就超过二十岁就是大人啊！搞笑，不是刘雨晴。A 组 ，A 组 ，A 组。不是真是 A 组啦他的香葵哎、燕子猜到了，燕子猜到了，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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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燕子，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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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显林依云是 C 组的好吗A 组有谁你没记，笑死你这个不关心我们团体的人，耶！恭喜燕子哦！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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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应该立马上官网，笑死！叮咚叮咚，好，下一个，小迪不算了，是啊，哈？什么梗？林依云是什么梗？林依云是什么梗？不准走，只有你啊！只猜雨林家，耶耶！还是成员吗？好，最后一题成员，我想一下。阿公干嘛生气气？谁喊吗？有谁吗？我想一下，还没想好，等一下，等一下。好，想好了，是哪组的？不能这样问，你怎么问我是非题？二级的比较好，二级的一下就说出来了，好吗？傻哭了的吗 ？Yes， 米哒。嗨，三个字，嗨。怎么还是火星塞？嗨，刘小晴 ，no no no no， 二期吗？不告诉你，不能讲那种太明显的。不是高彦成，跟我熟吗？很熟，好不好？我们傻酷啦没有不熟的。萝莉吗？他是萝莉吗？我不知道哎、欸，不是林雨欣。那呢？二十岁以上吗？对，他说他二十岁以上，我以为不是，结果他是二十岁以上。谁？张雨林二十岁以上？好，没有。上大学了吗？谁知道？我不知道哎、欸。啊，不是很熟。应该上了啊，二十岁就是上了大学了吧？不是祖祖，不是小晴。不要管墙，没有二期哦，不能这样问，是二期吗？不能这样问，不要告诉你这个题啊，是非题不是吗？好好好，是二期，是二期，这样就只剩三个人啦，谁在 A 组 ？Hello， 不是本田又选三个字哎、欸，不是周佳宇，是二期，是二期，是二期。哦，我都已经帮你们问了。对啦，林廷丽，就是他。是 Jack， 恭喜 Jack， 恭喜 Jack 答对，超英组二级二岁，你们真的还周家安，周家安哪是樱花组的、啊、？Hello， 而且周家安没有二十岁哦。孙磊，你根本就没有在认真看，你都在那边淋雨，凶我，哈，根本记不住，真的假的？只打两个字，笑死哎、欸。Hello， 恭喜大家！好，我们继续下一题。我想好了，你们继续猜。刚刚开官网来着，笑死！
哈，你们还想猜人吗？那我要猜东西了，其他东西了。什么很臭吗？很臭吗？不会，都凶别人不凶人，什么怪癖呀你？好，三个字，不是，害我思考一下，不是，不是三个字。孙磊是两个字，不是，是化妆品吗？不是。不是，四个字，四个字。现在看得到吗？是，我看得到，你们看不到。妈咪。嗯。那个这样子的东西。嗯。的东西，这样子，对你干嘛拿？什么比雨淋脸还大吗？没有，在我房间看得到，是固体吗？是。吃的吗？是，固体是，我想是吃的，是吃的，各位是吃的。臭的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臭吧，我也不知道，我不觉得臭，我觉得它很好吃。不是意大利面，不是榴莲，榴莲是两个字哎。Hello， 四重脆，虽然它有四层，但是它不是四个字哦。Oreo 不是 ，Oreo 是四个字。Oh my god， 厉害！不是 Oreo， 麻辣鸭血不是，我不是姐姐好吗？臭豆腐是三个字 ，Hello， 纳豆也啊、oh, ，Hello， 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吃的，四个字吃的，珍珠奶茶，我真希望我现在房间里有珍珠奶茶可以喝。Bibi 喜欢吃吗？喜欢，其实他不能吃，但是喜欢。好吃饼干是什么东西？甜的。不是。那个我爱林杰可以吃吗？我把林杰吃了。西沙狗食。Hello， 我说我喜欢吃哎，请问可以好好猜吗？士多啤梨是什么？是抓杯梨。不是，宠物饲料不是，我喜欢吃的。你吃过宠物饲料给我看啊？我没有吃过宠物饲料啊，我觉得饲料太臭了。不是炸 Oreo， 炸 Oreo 是五个字。妈妈妈妈什么东西？Hello， 可以好好的吗？臭臭袜子，它已经出现太多题了，好吗？不是夹心饼干。不是国烧意面。冬瓜珍珠不是，我不喝冬瓜珍珠的，要喝也是喝乌青珍珠。好多崩土开心，咸的吗？是。皮蛋泡面是什么？有汤吗？没有。干的东西。干的，你好在哪？肉丝炒面不是。Hello， 50块以内买得到吗？小包的，小包的可以，我家的是大包的。哎，孝贤猜到了，恭喜孝贤，恭喜孝贤。耶、yeah, 是鳕鱼香丝，好吃，超难吗？鳕鱼香丝，这 Hi BB Hello， 你要不要过来找我啊？ BB 啊，鳕鱼香丝不会有人觉得是臭的吗？哎，卫星，你要好好接收啊！卫星，我就想在讲什么？卫星，好可爱！哔宝哔宝哔宝哔哔哔！啊！干嘛干嘛？不要跳啊！
好可爱呀 ，BB，BB，BB， 哈哈，外星 ，BB，BB， 哎呦，好啦，爱你。外星先拆掉好不好？先恭喜接收，恭喜你。那个套子就是防止他舔自己的，因为他很喜欢舔手手什么的。Hello， 啊，好可爱，啊，好可爱哦。嗯，要亲我？有伤口吗？不是啊，就是他很爱自己乱舔、乱咬、乱抓，所以呢，就要带起来。就他每次都不想理我，他只有在我要出门的时候，他就会很想理我，然后一直不让我出门。所以不是接收讯号。Hello， 你在？你是认真的吗？臭臭的东西，你喜欢臭臭的东西吗？抓耳朵。嗨，你好啊。你的耳朵，耳朵呢？耳朵不见了。耶！Hello， 修泽 ，Hello， 小兰 ，Hello。躺这样舒服吗？小兰出来丢垃圾吗？嘿嘿，他很舒服。还是去接小朋友。要睡着了，对，他喜欢。他每次都睡到翻白眼，很丑。你可以顾一下你的睡相吗？好。好可爱哟、哦，他好可爱哦，他怎么那么乖啊？你怎么那么乖啊？你好乖的 ，Give me five， 耶、yeah, ，Give me five， 耶、yeah ，有看吗？没有哎、欸，我没有跟到，都没有出什么，哦住，哦住，都抽不到我的，反而每次都是雨喵，真的，你抽干嘛？你在干嘛？打喷嚏，他很爱打喷嚏，他很爱打，不是他很容易打喷嚏。阿公，这就是让你拿去跟人家换啊，你如果都抽到雨林，你就没办法跟人家换啦、啊。什么意思？摄影师要失业了？为什么？不会啊。为什么？打喷嚏不是，他是过敏。OK。谁过敏？B B， 纸笔吗？秀贤在收纸笔。哎、欸，你为什么歪掉啊 ？Hello， 人家看不到你的头，这样有点惊悚。哎、欸，这样超惊悚的，你看，你看那个画面，哎、欸，很像那个超级惊悚烤鸡，烤鸡对，烤鸡。跟我说一个好消息，好啊，什么消息？回来了，好好笑。嗨，你回来了，你的头回来了，鸡头，我拨给。谢谢小兰的心心相印，舒服吗，宝宝？他的耳朵没有毛了，脱毛了。哦，沙优好像暂时不能出国，对不对？妈咪，他的这个又要掉了、欸。哪个要掉了？那个黑黑的东西。那就给他掉了。可是他里面还没有好、欸。半年要给他带着那个啊。下半年还会留在台湾，耶、yeah! ！太棒了 ，BB 耶！呜！没事，你继续睡觉。什么？怎么没想是吧？这个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已经过了22分钟哎 ，Hello， 笑死，没事的，没事的，来创纪录，最少小时放的主播，看牙齿，看牙齿啊，哦，哦 ，B B A， 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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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啊呜 ，B B。BB不是啊啦，嗯，
去。Hello， 奥斯卡，学得很像。你说 Cookie， 啊哇哇哇哇哇哇 ！BB， 你会不会、啊？你学一下好不好？很可爱耶。那是一个特技，知不知道？你要学个特技，你什么都不会，只会叫，而且是乱叫。是说后来没有看到 Cookie 的那个？对啊。有写。啊哇哇没有戴过牙套啊！我小时候牙齿缝很大，所以就长这样。好啦，基本上章鱼鳞蛮省钱的。嗯。养章鱼鳞蛮省钱的。小时候。长大要吃东西。重点是小时候。才没。因为我都不坐娃娃车。真的很省钱。我都不坐娃娃车，然后也不喝奶粉。然后也不包尿布。哈，是吗？你说那个红色小馒头，我有一个红色小桶桶，戴牙套脸会变成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想带他去拔智齿？杂工，嗨，杂工，拔智齿，我的脸会肿起来。肿了之后就笑啊。可是我没有智齿啊。糟糕。什么意思？糟糕什么？可是我没有智齿。那要拔什么？我有智齿吗？我有智齿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蛀牙。走路话题，好、哦。谁走路话题？笑一笑。特别快睡着，对啊，已经差不多睡着了。有没有怎么看起来？喂，好好说话。什么东西？阿公跟大健在对话，什么意思？他睡着了，而且还翻白眼。太棒了，不用拔牙齿，真的。小蓝也没有智齿。哦。哦。你的智齿不会都长在我身上吗？什么意思啊？什么怪理论？我要去跑步，他没有跑步。我应该要带他去那个跑步机。对啊。什么对啊？你还会有对啊？你有拔过，很痛吧？感觉什么都是大便，他的肚子里面都是大便。嗨，说你啦，怎么样？你就是你。在看什么？看什么？干嘛？眼睛都歪掉了。你智齿没拔、哦，调最快12，其实还可以更快，我没有调过哎。放 BB 在后面追，什么东西啦？哦，嗨 BB， 哦，这是你的毛，对不起，我以为是头发。打麻醉针呢、哦？嗯，我有个壳吗？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智齿啊。最后面的。我分不出来，说不定我后面还会有在长。对啊，我们都先发现。没有吧？骑车什么东西啦？大健 ，Hello。被狗吓到了，哈哈。BB， 你不要吓到人家。B B 在外面都很假，什么？人家倒以为他很乖，不会叫。那他很聪明啊。殊不知，对 ，B B 你很聪明啊。其实他好吵。臭马桶 B B。什么叫还没还好没被车撞？什么东西？笑姐你在说什么？哎，对，很
在这里。被你拿，吓死人了。嗨，BB，你怎么那么可爱？他好好摸，你们想摸吗？摸不到，哈哈哈哈哈。我在干嘛？刘海都塌掉了。嗯。对啊，他在睡觉。好好好，夏晴，那你不能去越南。越南过马路很恐怖啊。小晴来那天 ，B B 比较嗨，对，他都是这样子的。他是人来疯啊。他是一只怪狗，是怪狗呢，怪狗，他完全不想理我，怪狗 ，Hello， 嗨。什么台湾也很恐怖 ，Hello 正正。他跟你去过吗？B B 这样不行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怎么了呢？一直睡狗狗呢？好了好了，不弄你了，奇奇怪怪。你这个姿势也是蛮奇特的耶，这样子。你看他，你看他。你现在叫谁看？你。哦。不会啊，很正常的姿势啊，正常发挥的姿势。他是一个躺在我的腿上，哎呦，看到吗？看到他的丑姿势了吗？丑姿？干嘛这样说我儿子？没礼貌。嗨，我弟。嗨，我跟你长得像吗？对啊，晨晨的熊熊。不要让大贱人又在开始暗爽，好不好？什么意思？熊熊啊！哼，晨晨超可爱，害你想戳我一下，好哦，好哦，好哦，欢迎，好哦，好了好了，我爱你。妈妈哦，哎呦，你又要变烤鸡了，烤鸡，宝宝该，烤鸡。对啊，没有满的都去握一下，只。好好好，你要歪掉。大件我会啊，可是你前面那个字就不要写了呗。来，掉下去了。哎，妈咪，它刺刺的。哪里刺刺？洞洞。没有干净。等一下。这样弄好它。好。没 CD 了，真的。很。我这样会不会？好像不会。什么东西？因为我夹到了你的肉。好了，张碧碧，你先下来。妈妈没有生气气、啊，不要，我要抱着她，你叫她下去干嘛？大家妈妈生气气？没有，我没有生气气哦。头锤，头锤。我没有生气气。不要动。你上来一点呢、啊，会掉下去呢 ，BB。他头还回不来，笑死！上来一点，来，嗯，对，乖宝宝。嗯，好了。嗯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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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么厉害。噔噔噔！好了好了，我爱你，爸爸妈妈。嗯，好可爱哟！叮叮叮！嘿嘿嘿嘿！好了，好，你睡觉，你睡觉嘛。啊！阿姐开了。是上周日练习才没播吗？不告诉你。哎，
级可爱，可是不行这样舔手，很臭。哎、欸，你还舔？你还舔？他竟然是谁？是谁？什么是谁？大家知道我在问什么？你不用知道。我也想知道啊，奇奇怪怪。啊！台南人的对话真的好怪，你们知道就好了。我的头发好乱哦，烦哎、欸。你确定你在放音乐吗？放什么音乐？我现在放不到音乐。你把它放下来、啊。我抱住我的宝宝。什么？你看他没有头了。那是我的宝宝。你看他又没有头了。我们从画面看就知道他又没有头了。好啦，你把它放下来了啦。不要。它是我的。是我的，我的。是你妈妈从美国买的啦，好不好？什么一只？什么炫富女童？哪里来的炫富女童？好，坐下，坐着。啊，坐下嘛。做便当有没有想吃谁的？嗯，这个吗？你有看吗？不好说，不好说。请不要戳破我好吗，妈妈？贝贝坐下，坐下，坐下。嗯，乖宝宝。噔噔噔噔噔。请问一下，彰化阿如跟蒙丹阿如是同一个人吗？不是啦。哦，我想说为什么那么久了？不是，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性改了。妈咪 ，baby， baby， 张 baby。I'm sorry。给你。没事，还好笑。我要干嘛去？啊，放音乐。我要播他们的新歌给你们听。对嘛，小明，你们家姓陈嘛，对不对？要来播歌，播歌播歌播歌。我在干嘛？播歌 king， 播歌播歌，播歌播歌。夹鲨鱼，夹鲨鱼，你夹鲨鱼给我。什么新型冠状病毒？干嘛跳出来？波哥波哥 ，Sky， 一级。很像我，我长得像鲨鱼吗？你长得像鲨鱼。嘟嘟
喜欢的成员就是尤娜，到底怎么念？尤娜是吗？他们为什么最后的 ending pose 都要一样啊？有人知道吗？日本专家，为什么是日本？好吧，韩国专家。耶，燕子感觉知道。我也喜欢，他竟然跟我一样大，我真的是觉得很傻眼。没什么好傻眼的，跟你一样大很多啊。要问 JYP 是吗？他们的开头动作很酷。他简直叫彩艳。谁？彩燕吗？他叫彩燕吗？那个，我讲的又不是他。你说是双胞胎的，你是双胞胎。我不是在说他，我是说那个里面最小的。跟我不是脸呐、啊，搞笑、哦。彩铃，我忘记了，其他我分不出来。蓝色应援棒，臭脚不是我踢的，是 BB。念 Solar 是吗？ Solar
你好 ，Hello Ian， 谢谢点的鲷鱼烧。哎，干嘛？为什么要跳歌？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不唱完呢？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刚刚听说了。怎么办？我都还没有在看他直播。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次？3月29号。3月29号，请提醒我，我一定会忘记。我们来走。毕业直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样？啊？好啊，你点播，你是不是要点那个？我卡歌了。现在把我 IU 卡掉。什么是你的？什么时候变你的了？刚刚。笑死。哦，第一首哎，新歌吗？等一下，我需要回忆一下他们到底是谁。我会搞混的，为什么会搞混呢？那是什么意思 ？Sparky 是什么意思？好多人开，哈！现在那个，刚刚那个，等一下，绑公主头的，谁呀？唱 rap 的，再一次，等一下。等一下哦，啊，绑马尾的，他是队长呢，酷哦，自己唱，怎么又跟爬带一样？哦，你们知道这个由来吧？我好像讲过了，我记得我讲过了。好酷哦，好带，对啊，头发好头帅，没有没事，我只是在好玩而已。我是不是该剪刘海？我差点破音，我好像该剪刘海，它太长了。我最近一直不是我在讲，我今天新发现了一个游戏，讨厌的人不在，谁啦？到底是谁？是谁？那天我想独孤谁哦？
啊，是这样讲吗？我是不是讲错了？打雷，你还在啊，小璇？我不可以知道为什么嘞？独孤谁呀？耶、yeah ！大姐，那我可以知道吗？我讲对了。来来，秀贤，秀贤怎么知道？我猜猜看，说不定我知道哦。你还是垫垫好了。好了，垫垫，垫垫，嗯，嗯。Hello， 志伟，不告诉你。让它随机播放哦。我发现播了一个 twice 之后，后面就会全部都是 twice 的歌了。想到李梦纯，
想给哪位藤原呢？想给谁啊？不知道哎、欸，给我自己吃，做给我自己吃。哎、欸，你的耳朵很丑哎、欸，耳朵喂喂喂喂，啊！是不是有名牌？对、欸。分食蛋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没有坐在名牌上，是放在后面，好不好？你们误会我。一份给子瑜，真的？为什么可以给子瑜？太棒了吧！怎么那么好？吱吱吱吱，你要去哪里？QQ， 妈咪你好了没？还没啊。好了，你够了，你够了。我要拿这个东西哟、哦。不是我。不是我。什么意思？什么叫你的名牌给我做？不能收拾我。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好意。指甲很喜欢这个颜色，很有气质的颜色。都在这里面呢、啊。点这件事，大学课业问题嘞？不会啊，不担心，讲得很顺，就是。B B， 带这个喽。Yes, oh yes. 北的大学，北大。
北的大学，我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研究过台北有什么大学，世新，还有什么？文化，还有什么？家里蹲，什么家里蹲？家里蹲是什么？政大，高院是什么？你读文化，我猜对了，因为我只听过这几个。还有什么？武大附、武范乡。公馆是哪一个？师大。哈？公馆是台大。怎么可能？所以我是说你不可能去读啊。对啊。有谁叫我去读？你可以去台大动物园。会看韩团学舞，没有很认真的学。差不多。东吴水师天下，什么叫水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梗？有，有。高雄有事吗？点歌，快点！大家点歌。他有没有写？
吧。树谁？只是看我有没有想要认真涂这个颜色很就是那种随便涂一涂就好了的那种，所以还不错。车子的厂牌什么意思？你知道我画车子的厂牌在上面，你说宾士吗之类的吗？ SYM 啊，雅马哈，三叶，Toyota，没有放弃就好，怕我又没兴趣了。一阵一阵的，可以涂樱花，有我有想要涂，可是我还没找到适合的，就是喜欢的范例，不是那个好吃的范例哦。你都没兴趣，山羊吗？你要什么？你要雅马哈？哎，不对，是哪一个？忘记了，我还记得雅马路虎。你喜欢妈妈木吗？沙优跟燕子喜欢妈妈木吗？
七分钟的歌。妈咪，你为什么选那个？你认可真的很会唱，哇！很厉害耶！真的很厉害耶！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不是啦。上礼拜白色情人节我在做什么？我在家耍废。没有，我不知道，我忘记了。上礼拜在干嘛？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告诉你。啊！谈什么啦？这样子不行。我怎么不行啊？好呀，我要念榜了耶，你们。妈咪做好了我的榜单的。看得到吗？好了，耶！谢谢妈咪。要好的，哎呦！好啦，要放下播歌了。开始，我们要来念榜了，各位。我变得很迷你，还有三 ，Hello， 来来念榜了，我看了，第一名是，等一下，我还没有开始。Oh.保罗，
首名是西兰，谢谢西兰。第十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十一名是柠檬，谢谢柠檬。冰当鼠是不是没有海苔耶？第十二名是陈家树，谢谢陈家树。不是，第十三名是九蛋，谢谢九蛋。
只啊。再见喽。